烹制山丹羊肉为何不加一滴水？它的所有的营养全在这个肉里面。仅凭一把小刀，如何将一整只羊卸骨剔肉？每一块肉成熟度都非常的均匀。对对对。雕羊比赛的战利品如何化身豪横大餐？给羊肉盖被子，真香。本期味道带您品尝羊肉的至鲜美味。不同地域的人们对羊肉的吃法有着不同的追求和诠释。作为一种既鲜美又滋补的食材，羊肉在人们的餐桌上稳占一席之地。无论从羊肉种类还是烹饪方法上，中国人把羊吃出了千差万别的味道，成就了一道道经典的地方风味。久负盛名的山丹羊肉如何烹制才能凸显其鲜美滋味？不焯水，它的所有的营养全在这个肉里面，这就是最香的东西，天然就已经很鲜美。哎，对。几乎一把小刀如何在不划破羊皮的情况下将一整只羊卸骨剔肉？这个很困难吧，因为也看不到，就纯靠手感。一丁点膻味都没有，每一块肉成熟度都非常的均匀。对对对。蒙古族骑士将用雕羊比赛的战利品烹制出怎样的豪横大餐？哇，真香！这两层被子是吧？这种麻椒的香味现在弥漫在空气当中，还有面食的这种香气。味道调查员带您探寻不同地域的人们有何烹羊技法。我现在呢在张掖市的山丹马场，大家看我身后的草原真的是如诗如画，太美了。这里呢还是电影《牧马人》的取景地之一。那么今天呢，我带着大家一起去体验一下牧马人的生活，走吧。祁连山下的山丹马场，水草丰茂，一望无垠。这里是亚洲最大的马场，也是历史最悠久的马场。董福生大哥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工作在这里，对这片草原有着深厚的感情。董大哥平常都是要做什么工作呀？平常放马，每天你的马走到哪你就要跟到哪，工作量也挺大的。所以说其实也不是想象中的这么潇洒。哎，对，很多时候还有很多很多琐事需要去做的，很辛苦的。每年夏季马匹产崽是牧马人最忙的时候，到了秋季马匹保胎任务完成也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董大哥要做些好吃的犒劳一下忙碌的工友们。你这站住站住，这个是什么羊啊？这是黄伯羊，俗称品种叫个欧拉。哦，黄伯羊，所以说它这一块天然就是这个颜色。对，天然就这一节是黄的。看起来好大一只，是不是应该有几岁了？没有没有，刚有2个月。
这个羊才两个月啊、你们是怎么判断这个羊的这个年龄的呀？大羊是看牙齿的啊、两个牙四个牙，这小羊它是满口牙，全是小牙、细细细的小小的牙、小小的牙、为什么我们是要选用羊羔呢？羊羔肉质嫩哦，这是我们的一个特色吧。这边假如说100匹马要生产95匹羔，下了95匹说明你的任务完成了，要是100匹全都下了，那就是超船奖，他要给你奖励的。今年已经多下了，要是保育率成功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抓大羊吃了，要表示庆贺。现在我们先杀只小羊，先抓只小羊羔来庆祝一下。哎，对。皮肉之间刀尖挥舞，游刃有余。不到10分钟时间，董大哥已经娴熟地将一整只羊分割完成。这些花椒榨成花椒油。哦，这样的话，所以不是把这个花椒全都放下去？放下去以后，它粘在肉上面，吃的时候就磕嘴得很啊。所以把它油榨进去，它的麻味就进去了。而且吃到了还很容易麻。哎，对，这个要叫它榨得黑掉。这花椒里面的麻的那个成分重新榨出来。哦，我们这个是非常简便的榨花椒油的。柴火会不会不好控制那个火候？好控制，柴火虽然是柴火，但是它的火力比较弱。炒出来之后比没火炒出来的要香。可以了。哇，像放鞭炮一样。葱段、生姜、辣椒依次下锅爆香，一大盆羊肉入锅煸炒。然而这时的味道调查员却有一些困惑。我们不用加一点水吗？现在不能加，炒到它自己的水下来。为什么不过水呢？不焯水，它的所有的营养，包括血红素全在这个肉里面。我们在高原，我们人的那个血红素也比较高，羊的这个血红素也比较高。炒出来要是不过水的话，它是黑颜色的。要是焯过水，或者水里面洗一下，炒出来的肉好看得很，白白净净的。但是味道就不好了，我们就根本不喜欢焯水。所以说这个炒出来变黑是这种高原羊特有的一种特性。哎，对。原来这种长期生活在高原牧场的欧拉羊，膻味较轻，因而并不需要焯水去腥，只需要爆炒去除掉羊身上多余的水分，便能够保持欧拉羊香嫩鲜美的口感。这个羊肉已经出水了，对，而且是金黄色的水。这个水烧干以后，可能得加2碗水到3碗水，之后我就不用焯了。为什么要把这个羊肉本身的这个水分炒干之后再加水啊？你要是本身的水炒不干一加进去把这个羊肉就锁住了，肉里面那个水分出不来那个肉吃起来它就说不上那个感觉，反正不好吃，所以把自身的那个水分必须要炒出来。你看这个锅边上已经泛黄了，水分说明已经差不多干了，可以加盐了。加多少？你的那个手抓一把。我的手抓一把。那不行，我来。这样行不行？不行。哇，这么多。哎，好厨子一把盐嘛。好厨子一把盐。这回我搅两下就可以加水了。加水要加多少？全倒上。加这么多水啊？来倒吧，得慢慢倒。哇。慢慢倒。没过这个肉是吗？哎，对，和这个肉水要平行。要用手火大了，一正把水就收干了。这个里面我们炒是鸡精、味精，绝对不加。这就是最香的东西。天然就已经很鲜美。哎，对。那就不管它了，现在就可以告一段落了，因为有水了，再不需要炒了。当年生的羔羊肉质又嫩酥软，油脂丰沛，浓香清甜，只需简单调味便能成就一锅美味。
越是弥足珍贵的美味，往往越是平淡无奇。辛苦劳作给全身心带来的幸福更是如此。关于羊肉，在呼伦贝尔市的新巴尔湖左旗还有另外一种奇特的吃法。为此，味道调查员在草原上驱车近2个小时，找到了一位可以制作这道美食的高人。三门，啊，那是有几位？三门多。你好。牧民敖义德布是新巴尔湖左旗最会做包山羊的师傅之一。包山羊因为制作步骤非常复杂，技术难度极大，如今真正能够制作这道美味的人已经没有几个了。10多年前，敖义德布因为不忍心包山羊的制作技艺消失，便从一位老牧民那里学会了这门手艺。敖日格勒的外甥阿穆尔新婚在即，作为舅舅，他决定把这道几近失传的美食搬上草原婚宴。敖义德布说，包山羊要选用出生2年左右的本地山羊，从羊脖子开小口宰杀，然后从羊脖子处将羊肉、羊骨和内脏小心取出，不能伤及羊皮，否则将会功亏一篑。但这个很困难吧？因为也看不到，对，就纯靠手感了，靠摸。皮子还不能干坏，不行。皮子不能弄坏。皮子干坏就失败了。要求特别高啊。对。仅凭一把小刀，敖义德布要顺着山羊的骨骼肌理将各个部位的肉依次取出，整个过程必须干脆利落，一气呵成。既有这个技术的要求，又有体力的要求，而且又很困难，为什么咱们还会用这种方式来烹饪羊呢？农牧民族就是以前就说哪有那么多的锅碗瓢盆啊，这野外就这样有火就可以吃饭了。那现在还会这门手艺的人多吗？现在没有了，师傅说是那个也是教了几个人，但是学了3、4天都不做了吧。古老的游牧民族文化让巴尔虎蒙古族人智慧地创造了这门独树一帜的美食技艺。2018年，包山羊这道美食被选为呼伦贝尔12味之一。现在您在割哪个部位啊？肋条。敖义德布说，取肋骨虽然简单，但因为内脏没有取出，羊肚羊胆还在体内，所以不能马虎，需要在看不见内部的情况下时刻注意避开内脏，以防划破后污染羊肉。那个肚里面是进空气以后它就是胀起来，膨胀了，这样的话从这个小口就没法出来了，所以还要跟时间赛跑。你看这回肚就是开始肚子出来了。哇，是开始胀气了。这还不能使劲再，不能使劲再就破。山羊宰杀后，在高温的环境中，羊肚会迅速充气膨胀，如果不及时取出羊肚，等羊肚膨胀后，仅凭脖子上的刀口很难再将其取出，这是整个过程中最具挑战的一步。哦，出来了。在羊肚充气膨胀前，敖义德布终于成功将其取出。现在整个从外面看，它就已经软下去了，2条后腿再一踢，对，就完成了。此时，山羊肚子中的骨肉和内脏已经被全部掏空，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随后，敖义德布拿出了打气筒，开始给羊皮充气。他说，这是为了检验在处理羊的时候有没有不小心划破羊皮，而充气后胀鼓鼓的羊皮再一次证明了敖义德布手艺的高超。从开始宰羊到现在已经过去了3个多小时，敖义德布把准备好的蔬菜放进羊皮内，使内部充满蔬菜的清香。在等待腌制的时间，敖义德布又开始用喷枪烧烤一堆石头。难道就要用这些石头来烹饪羊肉吗？正当味道调查员疑惑的时候，敖义德布已经将蔬菜从羊皮中取出。3618，把这个
抓这个。滚烫的鹅卵石放进羊皮的一瞬间，从开口处冒出一阵热气，除了滋滋的声响，一股烤羊肉的香气扑面而来。原来所谓的包山羊，就是用完整的羊皮代替传统的锅，成为烹饪食物的容器，而那些滚烫的鹅卵石可以起到一定的加热作用。这羊皮本身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容器了，变成一个锅了，天然高压锅。鹅卵石的码放也很讲究，要一层石头一层羊肉，肉厚的地方用大块的鹅卵石，肉少的地方用小块的，每码放一层都要用木棍夯实，使得羊肉和鹅卵石充分接触。等到将所有羊肉和鹅卵石放入羊皮中后，熬一德布用铁丝封住了羊皮的洞口，防止漏气，随后便迅速开始下一个步骤的制作。好，一边烤，而且还得一边把毛刷掉。对，毛刷掉，而且你这个还火大还不行，火大必须得，而且还火大还不行，火大了以后还得容易爆炸。哎，包山羊的制作方法介于炖与烤之间，兼顾了两种烹饪方式带来的味觉体验。此时的羊肉享受着鹅卵石与火焰的内外双重炙烤，通过高温作用下吸取蔬菜的清甜，成为了老饕为之垂涎的浓郁风味。到现在啊，已经过去整整四个小时了，这一道美食可以说是既神奇又复杂，每一个过程师傅都是靠着18年来的经验，再加上细心，而且还要身体有劲儿，才能把它顺利地完成下来。味道啊，最后一道工序，最后一道程序。哇，这个油啊，你刚才不说什么外面是烧油啊什么的，这个是最后一道程序。哦，经过5个小时的准备，咱们这道包山羊就差最后一个工序就完成了。对，那就是装盘儿。来，咱们装盘走着。你可以吗？可以。走。夜幕降临，这场盛宴终于拉开帷幕，大功告成。羊毛包的黑黑色很脏，有点黑，臭的起，心该叫个笨。爹爹才很羊毛包的啥子起，因此是拿石头包的当的特别熟练。因为我们这个蒙古族是有个重要传统，因为特别尊重老人，所以就是我们这个最传统的这个美食要呈现给我们的老人。包山羊的美味源自于里面的鹅卵石焖烧出的羊肉焦香，外层烤制出的羊皮酥香，和渗出的羊肉汤汁叠加的混合浓香。老人们都吃完了，只剩我俩吃。我现在给您嘎。太期待了，现在终于可以品尝一下这个包山羊到底是个什么味儿。怎么样？特别好吃，我再给你嘎一块。出乎我的意料，一点腥膻味都没有，一丁点膻味都没有。而且咱们每一块肉，它的这个成熟度，包括它的肉质都非常的均匀。对对对。而且还吸收了那个蔬菜在烘烤的时候的那个香味儿。对对。所以我一吃进去，我太奇怪了，怎么会有一股香料的味道？独特的烹饪技艺，对食材本身恰如其分的利用，成就了呼伦贝尔草原上的这道风味美食。草原上的生活离不开彼此的相互关照，而食物正是传递亲情的最佳工具。Thank you.
今天我要带大家去寻找一位蒙古族大哥，他的名字叫多尔加甫。他叮嘱我去找他，一定要带上这一壶琼浆玉液。没错，它就是牛奶。为什么要带牛奶去找他呢？我也不知道。赶紧跟我一起开启今天的味道调查之旅吧。蒙古族大哥杜尔加甫从小在马背上长大，作为博湖县一家马术俱乐部的负责人，稍有闲暇他就会召集同样酷爱赛马的朋友们进行联谊活动。杜尔加甫大哥，我来啦。您牵着马在这儿干什么呢？明天疗养比赛。哦，要参加比赛，在这训练呢，是吗？啊，训练这有有。您让我带的礼物带来了。哦，好的呀。这个是要干什么用的呢？平安的，保护平安的。哦，谢谢。杜尔加甫不慌不忙地将牛奶涂抹在马头，原来这是当地蒙古族骑士在赛前祝福自己和战马平安顺利、脱颖而出的仪式。明天就好好调养比赛啊，很多马呀。谨慎一点，谨慎一点。杜尔加甫告诉我们，明天的雕羊比赛不单是为了增进骑手间的友谊，胜出者更将赢得一份好礼，会是什么呢？雕羊原本是牧民抵御恶劣天气或野兽袭击时纵马救羊的传统技艺，现已演变成扣人心弦的马上游戏。大家好，我们现在是在博湖县，我身后的这八位勇士稍后就要进行骑马雕羊大赛，八个人一共分成两队，分别是蓝队和白队。雕羊联谊赛规则：冲锋骑手从红圈中拾起羊皮，需在30秒内传给队友，过程中对手可自由抢夺，待羊皮绕场一周后，率先将羊皮再次投入红圈的队伍胜出，3局2胜。加油，小朋友！这一只羊呢，就是我们今天比赛的奖品了。到底哪一支队伍会最终赢得胜利呢？让我们一起来拭目以待。鲜奶赠予骏马，美酒献给勇士。蒙古族长者的赞颂词是世代游牧民族情感与智慧凝结而成的自由诗。蒙古族人只要上了马，目之所及皆似君临天下，无论老少都是驰骋草原的热血赤子，不问出处，铮铮铁骨从不在乎来路与归途。蜂拥而至，奋力堵截，穷追不舍，并驾齐驱，卷土重来。风起云涌的沙场从来没有败者，只有赢家。今天的比赛真的是太精彩了，最终蓝队以2-1的成绩赢得了今天的比赛。蓝队，奖品来了。哇，耶，现在我们这个比赛的一个都不缺啊，现在放去吃肉去啊，走。烤全羊是蒙餐中乌兰伊德及红石文化的代表美食，是游牧民族抵御严寒的高能佳肴，也是传统雕羊比赛后胜出者当场烹制分享给众人的幸福肉。杜尔加甫将烹制出怎样别具一格的豪横大餐呢？面前摆的就是我们今天比赛的战利品了啊，大哥赢得很帅气啊，棋艺精湛。那您做羊肉的味道如何呀？羊肉的绝对好，绝对好吃哈、啊。能切得动？切得动。
多尔加府凭借多年的游牧经验，对于拆解全羊的刀工技艺早已了然于心。哇，哎，你这样掰开以后发现确实这个地方就是像一个一个螺丝一样啊。排骨、后腿、前胸，刀入刀出，羊身上画了张地图，案板上也是琳琅满目。这是什么？这是荞麻棍儿。荞麻棍儿。恰麻骨，学名无精，是新疆餐桌上的常备美食，因富含有机活性碱等多种营养物质，被誉为长寿圣果。真的好吃，大哥。那现在咱们这个配菜就是准备好了，是不是？羊肉准备下锅吧。下锅了。清油热锅，羊尾油升腾起来自草原的热情，肥瘦相间的大块羊肉在翻涌的香气中慢慢成熟。胡萝卜、土豆、恰麻骨、洋葱、青红椒，清新荟萃，去膻提味。加水焖煮的同时，杜尔加府又小露了一手。面呀，这个面是要干什么用的？肉盖被子。盖个面做的被子是吗？羊肉与各色食材已在浓汤中酣睡多时，再盖上两层面被，静候肉香与麦香充分融合。与此同时，杜尔加府将用羊尾油再做一道特色猛味。这个羊尾巴油要怎么吃呢？这个是我给你那个茶喝。做茶？这羊尾巴油这么肥，做茶呀？哎呦，软软的，不好下刀。快刀。就是刀子快不快？就油知道了。刀子快不快？油知道。对。马快不快？谁知道？沙子知道。沙子。沙子知道。宁可一日无餐，不可一日无茶。羊油奶茶是蒙古族白食文化中的传统热饮。羊尾切片烧油，加入风干羊肉与面粉炒至糊状，再加入浓茶和奶疙瘩，充分熬煮至浓白醇香，既能充饥解渴，又能暖胃强身。美味出锅。哇，真香。这两层被子是吧？两层。它可是不冷啊。羊肉盖被，大餐诱人垂涎。羊油奶茶风味好饮，尽显丝质润滑。香吧。哎呦，那个大哥都吃上了。吃肉没事。兄弟们辛苦了啊。来，干杯。热情洋溢的美食，笃定自足的笑容，镌刻着马背上的民族团结共享的淳朴与昂扬乐观的从容。羊肉虽然常见，但是各地的人们发挥聪明才智，创造出无数鲜上加鲜的美味。一口大锅，简单调味，董福生诠释出了山丹羊肉的自然之味。一把小刀，几块卵石，熬一德布沿用古法用心烹制的包山羊，传递了无限浓情。诱人垂涎的羊肉盖被，是杜尔加府热心分享的幸福喜悦。一道道羊肉美食的背后，是文化和观念，也是顺乎自然与天地相参的智慧。